聊多不多哈？哎哎，喝喝喝！嗨，监狱里要这么大花房干什么呀？这是魔幻监狱，有参观的总得有几瓶罐儿。说的还真是有点道理啊。哎，我那坛子绍兴老黄酒哪去了？哎，快快快快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你怎么能拿屁股坐到我酒坛子上呢？任天祥进了监狱，简直是在享受生活呀！跟着老糊涂在花园里种种花，除除虫，浇浇水，喝老糊涂自己酿的粮食酒，妙哉妙哉！别这么作样！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呢？我要告诉你，能吓死你！我是退了休的黑帮老大。真的假的？这是花生米，这话你也信呐？我只不过是小偷而已。那这里的人为什么这么给你面子呢？哎呀，这还不容易？这里边犯人抽的烟都是我给他们的，谁对我不好，我不给他烟抽。那你的烟是从哪来的呢？嘿，坏小子啊，你插我的话，这事我能告诉你。我呀，你要是好好孝顺我，明儿等我死了，我把我这秘密告诉你，你到这时候啊，跟我一样在这儿也能吃得开。哎呦，我是还饿着呢，你想不想吃砂锅鱼？当然想不想。甭吧甭吧，你脑子。我打鱼，你救我啊！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啊？我在那边，那边旁边有木炭啊！哇！哎，哎，天祥，那个我大爷后面的挪开，你后悔大错啊！哇，香啊！香，好吃吧？好吃。哎，我这可请你了啊！你这么请我，我是大姑娘，你摸我干什么？我给你做吃饭吧，你做吃饭。对姐，那么高，我够不着你吗？我。这边，这边，就是这边呀！哎啊！这回我第一次看你的开心这么笑，记住了啊！以后你得常常这么笑给我看，听见没有？啊！过来，坐那。昔日的恋人、好朋友的老婆，在生完小孩后，迫不及待地来监狱看望老情人，看着曾经的爱人，那么憔悴，心里正在不停地滴血。现在，一切真相大白，是自己错怪了自己曾深爱的男人，于是将一个天大秘密告诉了他。那就是梅若兰带着任天祥的亲生儿子嫁给了何非凡。然而在任天祥看来，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本来应该早点来看你，但是要生孩子嘛。我生了个男孩。恭喜你和非凡了，你有福气，何家有后了。
孩子是你的。我听不清楚，劳驾，请你再说一遍。孩子是你的，你是他亲生父亲。为什么要把这个真相告诉我？你不记得了吗？拍卖会那天，你不停追问我，想知道真相。现在我来告诉你。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同情我，很特别呀。天晓，我知道我和非凡一直误会了你，但一切已成过去，希望我们还能是朋友。我真是不明白啊，你不需要主动将这个消息告诉给我听的。本来我打算一直不告诉你，可我太了解你了，你一定会不停地追问我。我不想你因为这个问题在监狱里折磨自己，所以我决定告诉你。那我还要感谢你喽。我还有一个请求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来打扰这个孩子，我希望他能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长大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还不够惨呢？你来告诉我，我原来还有一个儿子，却永远不能相认。天晓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如果你爱这个孩子，请你不要打扰他。非凡会把他教育成为一个优秀青年，他可以贡献社会，可以有所作为。梅若兰，你最好判我死在牢里，永远不要出来。好好的活下去。换地方了，工作。没想到吧？这回你可招呼啊，同学！哈哈，爸爸，已经那个抱着小羊妞又来看起来了吧？哎，我看看，这回都送什么好东西来了？老糊涂啊，能给我支烟抽吗？哈哈，想通了，这样搁一块香烟壶了。哎，对，哎，抽。你是把那个法国小洋妞给哄美了啊？从前呢，老是给你送什么点心啊、水果糖什么的，这回居然送牙刷子来了。哎，没有应当送的东西呢。你不要乱讲啊，一梦小姐和我只是朋友关系啊。哦，这么说你还有别的女人呢、啊、哎，够厉害啊。说我听听，我听听。你真想知道啊？其实很简单，一个我爱过的女人带着我和她的儿子嫁给了我最好的朋友。哎呀，那你为别人的女人发愁伤心干什么呀？哎呀，那伊树罗小姐那不是挺喜欢你的吗？你就追她吧。哎，想开一点啊，别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你跟我瞧，甭管遇着什么事儿，我都开心的笑。当然了，开始的时候啊是难点，可是你笑着笑着，你就觉着自己一切烦恼事儿啊全都忘了。完了，你还使劲的笑，哎，这时候可就真开心了啊！你啊，然后再拼命的笑，让那些个恨你、想害你的人，在你的笑声当中害怕发毛，让他们自己讲着，自己才是最可笑最卑鄙的人。哎，这可是我老糊涂
苦心修炼了几十年呐，炉火纯青。哎，这可是千人迷万人爱的三笑。哎，现在啊，我收你做徒弟，怎么样？来，你试试，你笑一个让我看看。嘿，这笑是怎么来的？啊，笑是最好的武器，是最好的良药。我今儿个，我非让你笑的不行。你不要逼我，我实在笑不出来。哎，那你整天的这么愁眉苦脸的，你给谁看呢？你，啊？难道这世界上就你最痛苦、最无辜？你的亲生儿子被别人抢走过吗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让我亲生的儿子给我送到这儿来的，怎么样？比你更惨吧？哎，可是啊，我还是接着笑。不然糊涂吧，是蒸不熟、煮不烂、炒不透的一个钢蚕豆。嘿、哎。呦呦呦！你这还叫笑啊？比哭还难看呢。不，能笑得出来就行。有第一次了，就有第二次。哎，对了，笑，接着笑，笑啊！对，笑。老胡同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。哎呦喂！